昨天在本辖永华路二段啊停车场发生一件杀人案，啊，王姓死者他被杀以后啊，他为了要逃命，所以他拦了啊一部啊这个机车，啊这个坐在后座啊，那这个机车啊就由啊我们这个义平路啊逃往啊永华路二段，所以在啊永华路二段这个停车场啊这个嫌犯继续。啊，这个开车追撞他，造成他这个啊受伤，那我们送医院救治以后啊不治死亡。案发以后啊，本分局啊立即到场采证，在啊仁德啊八六啊这个快速道路的桥下查获啊这个嫌犯使用车辆，那嫌犯啊因为弃车逃逸啊，我们立即继续追查。那目前呢，我们已经。啊，具体啊，一名嫌犯到案啊，另外有两名在我们市区的医院啊就医，我们派人接护啊，接护完我们会啊立刻带回啊侦讯。那我们再继续清查，还有两名涉案的这个嫌犯，我们也已经报请检察官申请机票啊，今天要前往具体。